TP 村住民集合，村长，一二三，礼拜六三点，元気ですか元気ですか，礼拜天六点半，元気ですか元気ですか，礼拜六三点，元気ですか元気ですか，礼拜天六点半，元気ですか元気ですか。TP 村直播开始。大家，我回来啦，回来啦！好久不见，今天好多事情哦，我也回来了第一周，然后你也来了，对，抢你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你的刚刚是这个也唱反了，要完全开始，完全开始。他教错，他只会做这一次。啊，对哈，对。OK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好介绍你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先介绍你。别别别。我会先介绍完了，我是村长。先那个回归。开始了嘛？好，那大家要不要一个人一个自我介绍一下？从米娜开始，豆豆。大家好，大家初次见面，我是米娜。嗨。是新的梗吗？新的梗，我不知道哎。为什么突然要我们重新自我介绍？怎么说？我们不是介绍过很久了？村长那插上自带。因为有都没有讲，对，我们之前都没有讲。怎么说？有可能是第一次亲电友，第一次有看啦、啊。因为村长把你们都忘了啦。他叫我 Mina 对吧？ Mina 要记住哦。Mina， 对对，名牌遮住，名牌遮住。好像有一个叫 Mina。谁的 Mina？Mina，Mina。Mina 的 Mina。Mina，Mina，Mina， 忘记忘记。OK OK， 没有忘记，没有忘记。好，谢啊，谢谢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思雅。谢谢。你们自我介绍这么的那个吗？那叫米雷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桑美玲。谢谢。日本语怎么说？日本语怎么说？米雷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。米雷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。好。杨祖梅。Hello， 我是高云娟。谢谢。喂，中间那个男的，你才叫组长的，对吼，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对，是谁？村长 ，Go。哎，我是好像是村长，好像好像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啊，兄妹 Go， 兄妹 Go。大家好，我是郑颖薇，谢谢。嗨，好高，好高，好，谢谢 Go 高。好高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丁，谢谢。乖乖的路线，嗨，欢迎你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思雨，谢谢。嗨，然后今天的一日村民，请。耶、yeah. 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思源，谢谢。耶、yeah. yeah. ，欢迎欢迎。你有工作服耶？我自己买的。哈？自备。自己买的、啊，他一定想要买，因为他好时尚。我想要粉红色。你想要粉红色？我不想不让我，他说太偶像了，他不让大家有粉红色，所以我就自己买了。啊，罗部长不给他们红粉红色、嗯，所以你是自己买。因为一日村民的话可以这样子吗？可以吧？你问一下罗部长吧。罗部长，我可以穿粉红色吗？他说可以、啊，可以哈。OK， 好，一日村民，所以你昨天晚上就开始在这边住了，对，跟他一起住，跟世雅，嗯，姐姐一起，姐姐一起，怎么样？觉得他的床有点沙沙的，沙沙的，我一直跟他说他你的床很沙哎、欸，就是你们知道，就是躺的时候，然后动脚的时候会感觉有点沙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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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感觉，你的床很沙、欸，平常都没有洗澡，直接上床，对，他就穿着工作服躺在他的床上，没有。我无法，那个他睡的那一面平常没有人睡啊，我都只睡这边平常没有人睡，为什么会沙沙的？对啊，有为什么沙沙的啊？就有时候雾浓嘛，雾浓我马上哈哈，然后就直接躺了，受不了就坐在上面了。是哦、喔啊，你怎么样？他也没有给我枕头。没有枕啊，所以你们两个一起分的。没有没有，我就没有，我就睡一个很硬的东西。啊，就今天头是有这边是边边的，有那个痕迹。怎么样？就跟多讲一点啊，多讲一点。多讲一点吗？不要，等一下他的粉丝生气怎么办？会吗？大家想听吗？他的一些房间的秘密。他的房间的秘密吗？就是厕所，厕所怎么样？时不时会有那种，就去靠近一下，然后就有点秘密。哎，厕所垃圾还没有到，然后哎，真的，我今天会到，我说我今天会到了，真的
可以吗？我今天一直告诉你，今天一定要倒，我本来就有按时在倒，好吗？是你来增加我的垃圾，我哪有？我没有这么多垃圾的。没有，我说他本来就已经叽里叽里的了，刚刚好的。他是会打呼吗？我不会，他才会啊！他会吗？他会磨牙，他会磨牙，他也会磨牙，他会说梦话。好，等一下，阿多。阿多还不习惯村的一个音量，好吗？对不起，我们村很安静的。啊，对哈。嗯。OK， 所以你才他才打呼。他会打呼，会磨牙。他会磨牙，也会说梦话。我不会说梦话。哎，忘记了。你会梦话？他会梦话，真的。他说什么？我忘记了。你的脚在这边，做梦会忘记了。会吗？会。那你记得我说什么？你记得？我不要。你梦到什么？我不要！你梦到什么？我不要讲。我不要来。不是哦，我听说我夫人说我参早会笑的。你看梦里面多么欢乐。被幸福包围，被幸福。那你说梦话是说中文还是说日文？有时候我会中文哦。我夫人听不懂。还好他听不懂。别的女生的名字没有就很那你昨天来了，然后今天早上就跟我们一起早起，然后就跑步啊什么的，你的感想是怎么样的？我都没有停下来。你都没有停下来？我都没有停下来，因为我跑在他后面，然后我不想输给他，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他。他没有停我就不停，然后我就走两圈还三圈，就熊妹就不见了。他每次跑跑到旁边的灯灯飘后面去，后面我就想说，哎，这是可以的吗，村长？可以啊，村长，这是可以吗？没有，就是现在啊，就是这个跑几圈越来越多。我们一开始是四圈嘛，你们对，然后现在是六圈了，现在是六圈了，然后差不多三点几公里哦，还蛮长的，因为是不是平的那个嘛，对，还有上坡跟下坡，对，上的下的什么的，有一点就不好跑的，所以就其实是很累。对，所以啊，就是我们是比较按照自己的自身体比较，对，跑步最快的 Mina 超厉害，还有 Mide 你超厉害，对，就现在是以他们为主，所以如果自己的体力还不行的话，就自己调整嘛，这样吧，这个 OK， 对，然后他中途有点贫血，他会贫血，就他眼前一片黑，看不到，对，很危险的吼，我血流不回，脑袋也，我就躺一下就回来了，现在还好了吗？现在还好。还可以了哈，我等一下不行，我倒立就倒立。OK， 那今天的一日村民啊，你看了那个你们那个 TB 的 IG 的动态吗？嗯，有大咖，有大咖的来宾。应该不是在说我吧？应该不是在说我。哦，我刚跟他说应该不是在说我吧，但我会害羞。那有可能后面有大咖的意思吗？请期待。好，请期待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你的意思。自己讲嘞，期待有大福，你啦，我吗？好 ，OK， 那就欢迎一日村民思雨远，耶耶耶 ，OK， 那就上礼拜村长不在的时候，你们的本周的任务，这礼拜的任务是，你为什么一直看他讲？他完全不知道当村长。没有没有，我看了你，然后看了你之后会那个混乱，我的脑子，因为脸很像，脸很像的，就不知道我看了哪里。对，发了本周任务是什么？要做礼物给邻居。对啊，邻居。对，感谢他们对平常对我们的照顾。好，你们做好了吗？做好了。做好了，那这个作品可不可以拿来？好啊，我跟 Mina 的很厉害。啊，那就可以制作。好，我先帮。好，你们一起去拿吧。你们没有做。米勒有，米勒有做吗？米勒有啊，这个。笑什么啊？有点惭愧，桌子凉了那个而已。他竟然门牌啊！他真的不会去啊，没去啊。你们在干嘛？说话哥，大家知道手花哥换了他的名字吗？叫什么？奇赖灵花神推。手花哥，你怎么知道他是手花哥？林嘎江，林嘎江，你作为爸爸，你确定他是手花哥吗？你确定他是手花哥？因为学那个小老鼠小花哥哦，小花哥，不是手花，手花，手花哥，谢谢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作为爸爸有什么感想？就是女儿如果变成别人神推。像女儿是啊，对啊，就很开心啊，开心送东京给他，对啊，这
对啊。你有洗澡？对对对对对，我有帮他洗。你有帮他洗澡？帮他洗澡哎、欸，很可怕呢、欸。很可怕。你们现在的脖子很厉害吧？对不对？他很厉害。就他都很。所以就一定要这样子拿拿着嘛。对啊，然后就轻轻轻轻的这样子。很多人换什么？大家是为了恭喜你当爸爸。哇！大家恭喜你当爸爸。耶！看来琳卡就是我们 PP 未来的希望。我知道。PP 未来的希望。真的耶！啊嘿，你看。名花推推起来。米酒也是。哇，好多人呢！草莓酱也是。大家真温馨。琳卡酱，恭喜！琳卡酱，恭喜你哦！谢谢我这个事情，我会告诉玲花的。对，他虽然他还听不懂任何，对，那时候差不多零岁的时候就很多粉丝。三岁左右的时候，我告诉他这个事情。谢谢大家的关心。哎，你有哭吗？玲花来到世上的那一瞬间，他是因为被老婆捏得很痛。错，红腿还没有好呢，就这边就对啊，就这边都还没有。有玲花推起来1000人了。一千人了，因为零花1000人了，那我们一起零花奖，对，零花奖一个哦，谢谢侬，谢谢一千人零花奖。林卡什么耳朵出来了？林卡觉得耳朵痒。是，对不起，林卡酱。好，对的，就哎、欸，我刚刚说什么？本仇人，你有哭吗？没有，没有哭的时间。太累了。没有，因为我村长夫人真的很13个小时的阵痛，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很可怜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就要去那个手术室吗？就是一个房间了。然后就去了，然后就开始要快生咯的时候，就我要负责手机跟那个对，摄影师。对，然后那个 camera 相机有一点点，我好难，没有用过的新的，怎么开？然后就啊，就已经过了，就过了，对，已经生出来了。然后拍到吗？你搞砸了吗？就有一点已经，他在被那个弄的时候就开始拍，就没有那个，就有一点可惜了，渐渐为了玲花推一个塔了。哦，林科长，林科长有同情跌打。耶，林科长，谢谢渐渐，谢谢渐渐，谢谢渐渐，哇，要跟林科长讲一下，跟夫人讲一下啊，夫人在看，对，我的夫人在看，林科长が東京タワー、もらいました。奥さん見てる？好，不会是一直讲我的那个事情。OK， 那就本座人物，站长。哎，这个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做的。对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觉得什么什么？还有签名哎，有签名哎。对，有我们的签名。对，我们有签名。有签名。我们为了以后他真的确定，哎，不是乱涂鸦的感觉，什么艺术的字，对不对？大家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大家知道吗？看得出来吗？椅子，要不要坐看看？要不行，立刻讲可能可以坐，立刻讲可以，可以吗？当下的那个，我觉得有点难，那个我示范给大家看。记录机。好臭啊，很臭哎！又鞋子，放鞋子的鞋架啊？鞋架吗？对啊，米娜也示范，快点，米娜也示范。有，而且它可以放个好几双的，好几双。没问题，因为张不是张邻居，因为邻居，邻居怎么了？因为邻居家没有鞋柜，鞋子都散乱在地上，门口没有，他把鞋子都散乱在地上，所以帮他做了一个鞋柜。每天都看的那个画面吼，对，啊，你们很贴心呢，对啊，哦，而且是纯天然的，纯天然，天然制作的。听说这个之后会变色，就是变色，然后他们就会变一体一个系列，一个颜色的。那会腐烂吗？不会，竹子是不会腐烂。OK， 所以你们是确定没有就是一些涂一下颜色的留给他？不要，我们就是走喜欢自然淳朴的风味。拒绝你。对，邻居这样比较适合的那种感觉吗？蛮适合，对啊，就很淳朴的这种感觉。那种感觉。对。好，如果有人有答对吗？有人答对鞋架吗？这是我们的发想。这完全是我们脑袋，完全是我们脑袋想到的，没有吧？没有，
想有有有有啊，有人有有有打到哦。耶、OK， 谢谢好，谢谢，好，下一个、啊。你们来前面，来前面，来前面，啊、来前面。好，你们做了什么东西？门牌啊！哎、欸，什么、啊？什么鬼？门牌。门牌。门牌吗？你忍一点。嗯。这什么？门牌。门牌。你可不可以就是吊这样子吊一下？那边那边那边。これちょっとこうぶら下げる感じを持ってみて。ぶら下げる。章鱼哥。章鱼。章鱼。张哥家，张哥家，邻居家没有门牌，他们没有门牌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你们是不是去偷去人家家里，一直看很久啊？没有，很近啊，跑步很近。ね、これ誰がどこをこうやったとかあるの？ションメイが、ションメイが紐を通して、ションメイ弄了这个东西，然后家を塗った。他。涂写了家这个字，对啊，是吗？对啊。然后接下来全部剩下都是蜜蕾做的，对啊。对哈。对啊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兄妹。很可爱。制作的过程中。制作。就就。你家觉得你写家有遇到什么困难？你写家有遇到什么困难吗？没有困难啊，因为我只是描上去而已啊。哎、欸，所以一开始是谁给你，谁帮你写的？蜜蕾写，蜜蕾写，先蜜蕾写字，然后他是用描的，描上去，他是怎么沟通？对对对，蜜蕾が書いたんでしょ？これ。嗯，是。蜜蕾写中文字。哇！真的不觉得他们很厉害吗？他们竟然可以沟通哎！你们怎么沟通？どうやって普段二人会話してるの？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取ってるの？ショーメイ。どうなんて呼んでんの？兄妹，他叫他兄妹，兄妹，那你叫他什么？米雷江，你叫米雷江吗？我不知道，这已经很久了。你在叫他什么？啊，叫米雷啊，就叫他米雷啊。米雷江没有，米雷江跑不了了。米雷江，米雷江，不进来。这个兄妹你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对不对？你的头都没被卡掉。对不起哈，对不起哈，我们太矮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OK， 所以这个是张哥家的门牌。OK， 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最后一个，来坐坐。好，你们三个一起坐的啊。可以。嘿，嘿，坐。大家猜是什么？大家觉得这是什么东西？垃圾桶。垃圾桶。垃圾桶。它是很像那个焊接用的面具。垃圾桶。有时候你戴焊接的面具，哦，有像哎，是那个焊接，焊接要戴的，那个施工的时候用的，对，有点像，这什么？信箱啊，信箱，对，这个太好猜了，这个好，应该是太好猜，只是我们什么都没写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绿色的之类的，我们在考虑要不要上色，要不要对颜色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然这样太看起来很普通。然后听说这个信箱是很特别，对，听说很特别。这个特别的东西可不可以就给那一集给大家说明一下好吗？这个哪里是最特别？他呢投进去之后没办法打开。哎，没办法打开，假装是信，假装是信，信，不是示范给大家看，这个是信，信过来，信过来，丢进去之后呢，手伸进去，拿信就用手伸，啊，就这样哦，百宝箱没办法开，哇哦，好特别啊，好特别，没有，我们之后会做进行改良，所以后面呢，后面可以看一下吗？后面是这样，后面这样 ，OK， 然后侧面可以看一下吗？侧面，不是，那另外一边。哦，这边是有缝哎、欸，有缝缝哎，这里也可以塞出来，这里也可以塞进，真的不是没有做完，真的已经做完了，做完了，这个是一开始的想象的完成的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因为原本也是想要用做个门，直接可以打开的那种，可是有一点难度，对，经费不足，对，我们经费不足，经费不足。哎、欸，那云卷呢？你有你做一些，你做了什么？什么？对，拔钉子。把钉子，它原本上面就有一些旧的，对对对，就钉子嘛，所以拔一下，是没有钉子，怎么拔的？用那个叫啥？尖嘴钳，像哆啦 A 梦那种，对，然后就一直把它拔起，拔 ，OK， 拔钉子，对，一开始都又有那个旧的那个钉子，对对，我们全部都是拿那个很散的木板，对，所以还是没做完呢。
我们就拿散木板，然后一个一个量，然后一个一个拆这样子。嗯，然后 Stitch 呢？我负责跟思雨一起量木板的长度。嗯，然后有没有思雨啊，思雨，看到那个行囊，他就直接走掉了。哎，邻居走掉了，邻居，他不知道等一下怎么反应，所以先走掉。欢迎他们家也没有信箱。对啊，他们没有门牌，有门信，没有信箱。太神秘的邻居，太神秘了。是哦，所以他们的门口是还蛮空空的样子。对，就写让他们弄漂亮一点。OK。好，那这些他们的辛苦做的过程是YouTube 的TP48的官方的 YouTube 的频道会出现，所以大家以后都请大家说敬请期待，谢谢。 OK， 好，本周任务成功，成功吗？成功邻居都走了。成功。OK， 那就成功了，大家发一 PB。耶！是啊，成功了，一 PB 啊！大方哦，回来是变大方。对啊，拎个奖，拎个奖。因为他很开心，有太幸福了，想象有幸福。当了爸爸就一定要大方嘛。拎个奖，拎个奖。听说村长回来的时候说变胖了，是幸福肥，对不对？错，我回去两个礼拜嘛。对，没有。过了都市生活，没有什么在这边。对，我也都市非常好吃的东西好多，非常好，很油，很油的东西很多。羡慕，居然有幸福肥。对的，所以有一点点胖回来了，但是马上会瘦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跟你们生活一定会马上瘦下来。好的，那就 OK。OK， 嗨，这样今天因为一日村民思源来了，大家知道思源跟思雅的关系是什么吧？是仇人吧？你们是仇人的关系吗？是仇人吧？仇人吼，不太刀的，好可怕。他们是什么？什么？双胞胎。双胞胎嘛，谢谢平娜。双胞胎最有的特色是什么？心电感应啊，长得很像。啊 ，Stitch， 我一个，我一个有的。默契。我越讲越默契，越讲越心虚。默契。哎，魔女，我蛮想知道大家哪一个是母，谁是女？哪一个是母？哪一个是母？谁是女啊？你们的个性上，我是母吧？我是女吧？我是妈妈吧？你们觉得我谁比较像妈妈？谁像妈？谁像女啊？我爸是外表吗？还是个性？就整个我外表像女儿，个性像妈妈。少来了，那你不就完美了吗？所以我是外表像妈妈，个性像女儿吗？谁是女？我觉得我是母，大家这样觉得对不对？大家这样觉得吗？因为你看起来比较老吧。对啊，你看啊，没有投票，他们说要投票，不要自己想，不要投票，可以吗？这边可以吗？投票，这边要投票吗？不要为了这么小事投票，好，这。那就投票咯。小三为什么要投票？母跟女其实都还不错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要争这个。投票，所以投一分钟，然后一二嘛，对不对？觉得谁比较像妈？妈妈。OK。谁比较像女儿？那一号是他比较像妈妈，一号他比较像妈妈，二号他比较像妈妈。思源是妈妈的话，投二号。OK。一号是妈妈，二号是妈妈。哎，村长那么喜欢投票吗？没有，村长比较胡乱来一点。不是我。投票哦。投票开始了吗？好，开始一分钟。我一点都不想拉票。啊！开始。我一点都不想拉票。哎，可是像女儿也不错吼。到底要像妈妈还是像女儿好？个性像妈妈比较好吧。因为黄色啊，就一号，黄色是思源，蓝色是思雅，所以一二吗？对，一。哦，一，大家投一，还没开始吗？开始。哎，开始了，我刚刚讲的是一二呢，妈。一有一，思源像妈妈一。OK。谁像妈妈 ？OK。好，那我换喽。对，可以吗？现在换。好。对不起大家，他是思源是妈妈一，然后妈妈二，妈妈我们不是在讲默契吗？默契真的是自己谁留言说母女的？谁留言说母女？我是二。是。谁像妈妈投谁？谁像妈妈哦？谁像妈妈？
其实我觉得诗雨比较像妈妈吧。为什么他出他出他出三突然生三胞胎？他生三胞胎有吗？诗雨比较像妈妈，但是里面的名字也蛮像的。诗雨差诗差诗差，对啊，三人组诗差组，对啊。我听说那个 Takeshi 老师哦，听说 Takeshi 老师那个又要用做那个你们的一些舞蹈的时候的那个位置的图嘛，那个一定会有写上名字嘛，然后为了那个时间的要短时间，那个对，都缩写，比如说 Mina 的话 M 之类的嘛，然后因为你们都诗雅、诗媛、诗瑜这样子嘛，所以就你是雅，你是媛，他是诗，因为有雨林嘛，雨林是雨林会减零，减零就好了。对啊，然后我另外一个人，太多笔画，都用最后面。说，太多笔画就鱼就好了。他是诗跟鱼都被拿走，所以就我就一开始说以为我是鱼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诗，你是诗，就我是诗。哎，刚刚晚上讲太晚了。所以大家行都已经投完，对吧？一定的吧。所以我们再一次吧，再一次。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再一次吗？再一次呢？好，再一次。那三次诗语好了，这样好不好？三次诗语，三次诗语。请投给三号。OK。输赢。三胞胎吗？输赢，诗远是一。刚不算。OK， 刚不算。重来。OK， 你可不可以你们换位置好不好？好。诗远一，妈妈；诗雅二，诗语三。OK， 自己比谁像妈妈？谁像妈妈？投票开始。这到底什么奇怪的？哎，米娜觉得，米娜觉得妈妈，我觉得思雨。开始了，开始。为什么？我想问熊妹，因为她是小女孩，你觉得谁比较像妈妈？她说云爵。她说云爵，她说云爵的管她。那你觉得谁比较像妈妈？谁？不对，选项里有没关系。什么表情？就她。你看，你说云爵，那云爵你去吧。没有。是哦，因为云爵最照顾你啊，你不能这样说。啊，那就，那叫什么？压岁钱后妈。为什么？哎呦，我很善良，好不好？姐姐，哎呦，怎么善良？我看起来脸很凶吗？在头发上应该要欺负我。OK， 就感觉很凶吗？哪有？你碗洗了没？那没有，那是诗雅，诗雅比较适合。没有，我在演诗雨，没有啊，没有这样说过。我没有这样说过。好像昨天不是叫你去买菜吗？我在提醒。我在演诗雨哦，我在演。没有，诗雅。等下大家都投票给你，他们以为是他吧？他平常就是这样吧？我不会啊，会啊。因为我们都是那种很委婉的，就是。你们干嘛客气呀？我们都干嘛客气？对啊，然后我也不会说什么，哎，你要洗碗，碗要记得洗哦。对，我们都超温柔的。这在哪一面？反正自己最少女的样子。少女的样子，最少女的样子。你一定要做，你一定要站在最前面的。对。哎，是雷击，是雷击，没有雷击的雷击，你一定要骗我。好，投票还没结束。我这么像小孩，我都跟小孩玩在一起。对啊，他老少是吗？他老少岁才岁，只有姐姐没有。好，结束了，投票结束了。其实米娜最像妈妈。没有，哎，对，今天是米娜。好，最像妈妈的人是。一定是思雨。思雨，现在的感想，现在的心情感想。没有啊，大家嫌我老啊，哼。哈哈少女样子，一个少女样子。对啊，你并不是最少女的 pose， 对啊，并不是妈妈。有什么最少女的 pose 是什么？快点来一个少女。对啊。最少女的 pose 是什么？是已经不知道是少女 pose 是什么了。你的娘娘呢？娘娘。啊，对，的确没有这样的妈妈，的确没有这样的妈妈，你一定不是妈妈的。没关系。不用担心，你不是妈妈，妈妈不会念念了，没关系。他们主要只会拿菜刀的。OK， 哎、欸，我们过了好久啊，好久，等一下，这带来什么意义？刚刚说了，就是哎，默契，重点，你说什么？默契。那你是第几呢？你？默契，哎，广东话默契是什么？马开。啊，马开。台语的默契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不会念，不会，不会哦，真的不会。哎，米娜，阿拉伯文的默契是？不啦。
拉是阿布拉是日文的念音，英文也是，啊，英文的布拉，对，好，所以那个我们要今天要考验大家的布拉，大家的默契，大家的默契 ，OK， 好，你看怎么样？怎么样 ，Stitching？不知道，他临时想到的。你们都没有，你没有被他被拍到，你们都没有被拍到。又换了吗？是这个吗？现在这个吗？啊 ，OK。怎么样？小迪又陷入那个黄色笑话了。不要笑死！今天要考验大家的默契，因为双胞胎你们今天合体了，所以TP 村的村民们也是一起生活也已经很久了嘛，快两个月了，所以应该有默契，不会输给他们两个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不会，我们很久没有一起住在一起了，所以你们的默契越来越对，越来越没有了。那我算吗？你是妈妈，妈妈没有，没有啊。妈妈是什么？所以我觉得村民会赢，搞不好村民会赢，有可能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两个人一组，分四组，然后考验默契，可以吗？好，好 ，OK。那你们是一组已经决定好了，哎，两千人了，李卡嘉，李卡嘉，谢诺，谢谢两千人，李卡嘉，好。谢谢。那我们一组 okay, okay. 所以其他的六位你们要自己要分组，怎么分？好，刚好六位嘛，所以你们要剪刀石头布，两个一样的、是一组一样，这个就开始要考验默契，已经有默契了。 OK， 那你们给镜头看一下你们的对样子哦。好，来咯，せーの，剪刀石头，好，哇，刚好吧，对不对？刚好。然后呢？他跟熊妹。没有。妈妈跟熊妹。妈妈跟熊妹。好。妈妈跟熊孩。小孩。我是妈妈。好好照顾他哦。好快。好好照顾他。不要讲话。OK。不要，熊妹就麻烦你了。不要。既然这么快就。好快啊。OK。好，那就一对，可不可以就站一下？蜜蜂。好，一对一对，后站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就前后站，对，前后站也可以，前后站也可以。OK， 那这四组来考验。OK，我们要第一个考验的啊，蜜蜂，对不起，我们在直播中。走了吗？蜜蜂。走了吗？还没。啊，他还蛮喜欢熊妹哦。妈妈，谢谢。妈妈走了。OK， 那我们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考验的是，我会，时速，时，不要动，没事，不要动。好 ，OK。对不起大家，如果蜜蜂来了，就我们会停一下，我怕他们好，考验的，我们先记两分钟，然后我会出题目，譬如说黑白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两个人一起要回答。然后这个二选一，对，二选一就对了。然后一定要快的，因为两分钟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有准备
一个炸弹，炸弹，炸弹，对，会爆炸。如果黑或白，白，然后就对了 ，OK， 然后就下一个人了，可以吗？然后最后那个计时间那个停的时候，两分钟到停的时候就拿到的，他们是淘汰。嗯，哎，那是这样，一二三四，然后再四三，再你从那边回来吗？送呢？好啊。就嘟嘟嘟这样回来回去好了。好 ，OK， 好。那我刚刚说的重点是，可能不只是二选一，嗯，有可能会我会出一些三选一或别的东西，哎，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要回答一样的事情。好，懂意思吗？有可能是不是只有两二选一的状态？好，对，然后。对不对没有关系，嗯，你们两个同一个 timing 同一个事情、嗯、说了就是对了，嗯，懂意思哦，只要不是意识到对了，对，不是对不对，是你们两个一定要有默契就对了。哦，好 OK， 好的我打个岔，哎，刚刚怎么了，大家是很羡慕一个人，羡慕一个人谁刚刚在抱着，这边也抱了，这边也抱了，谁抱谁？云杰，云杰喜欢抱别人啊，所以大家都羡慕。云杰还喜欢抱我，云杰喜欢抱别人大腿。谁？他每个人都摸，每个人都摸。怎么摸？怎么摸？他都是男生，他喜欢搔别人痒，他讲。我没有被摸过，云姐，哎，云姐，你确定是女生的话？你不是扮女的？大叔魂，大叔魂，哎呦！你为什么喜欢他那个摸别人大腿？就在旁边，就在旁边，好不想摸。是哦，好像是在搔着痒这样子。是哦，除了大腿，我也没有摸吼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大腿就好哦。好 ，OK， 所以大概知道了意思了。好 ，OK， ミレ大丈夫ね。ルール大体分かるね。OK ね。はい。那就，对对对对，输的会有惩罚。啊，不要啦。惩罚。OK。好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子账啊。现在我们要一起拿的，是不是？也不用一起拿。就其中一个人拿就可以了。对啊。那就马上要给。好。OK。我们第一个。哎，这第一个。对，你们是第一个。来了，时间可以吗？倒数的，那时间准备了就开始了。那有没有默契？大考验，开始。有声音吗？来了，香蕉、苹果、苹果，嘿，手机、手表、手机。唱歌睡觉，唱歌，这样，唱歌睡觉，睡觉，唱歌睡觉，睡觉，完全没默契，唱歌睡觉，睡觉 ，OK， 兄妹多多，兄妹，红茶奶茶，红茶 ，OK， 七八八，七八七。七八七 ，OK， 手跟脚，手 ，OK， 鸡蛋布丁，鸡蛋，鸡蛋布丁，布丁 ，OK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好，我再问你们，你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下一个 ，How are you？You， 山上海边，海边 ，OK， 拖鞋蟑螂，蟑螂，猪头镰刀，镰刀 ，OK， 扫把拖把，拖把，扫把拖把，扫把，有吗？扫把拖把，扫把。星星月亮、okay. 好，桌子椅子，桌子，好，下一个，
长发、短发、短发。哦，哇，等一下。哎，炒饭、炒面。炒饭。快点。考试、读书。读书。一二一。一二一。煮饭、洗碗。洗碗。这一局输的是 Honey 两跟熊妹座。你们妈妈好像辛苦，妈妈好辛苦，妈妈好辛苦，我先走，再见。妈妈，大概知道意思了哦。知道。怎么样？你们刚刚唱歌跟睡觉，一开始是他爱睡觉，我爱唱歌。所以呢，一开始是你喊唱歌吗？对，我很唱歌。然后你是睡觉。那第二次呢？第二次也是差不多一样哦。我想喊睡觉，然后配合他就好了。然后他又来了，完全没有默契，这个母女。他一直在断线状态，没办法跟他有默契。可是今天那个说妹的反应蛮快的耶。真的蛮快的耶。海边月亮，月亮。他讲错啊！我没有看过那么快速的那个说妹。哦，蜜蜂中，停止。假人挑战。后面，云姐后面，云姐后面。哇 ，T B 尊真的是一个一个大自然的，对，好，的地方。OK， 谢谢蜜蜂。好，谢谢蜜蜂。哎，你们刚刚有做过吗？没有。哎呀，不愧是，那不是个，那我不愧是双胞胎。还好，有点很紧张。苹果、香蕉。香蕉，你们是什么？刚刚我们说苹果，我们那时候选苹果，我都凭感觉选的。我也是凭感觉。厉害！刚刚的我说的你好，对不对？或者是 How are you？ 这样选出来超厉害。这个是我们就是刚刚说的，对，一个陷阱哦。应该是说 How are you？ Fine， thank you。你好。之类的。这个他会选字。懂意思啦，懂。OK， 越来越难哦。我觉得你可以快一点 tempo。没有，我觉得他很慢，我觉得他 tempo 很慢。不是，中文字很难。哦，好 ，OK， 体谅你。OK， 好，那就你们淘汰组最往皇后等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再靠近一下。那我们为什么？好，第二 round 开始哦。那就要换位置吗？要换顺序吗？那就。你们来中间，然后你们去那边好不好？嗯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你们这样我们压力越来越大。对啊，等一下我们出错怎么办？好啊，你们来这边。OK， 哇，我刚刚题目用掉很多，用了好多。好，来喽。对。那这个是限时，再两分钟吗？再两分钟吗？一分钟好了，因为太好。OK。来咯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兄妹最会什么？兄妹。哈哈。兄妹最会什么？断线。一起说，兄妹最会什么？断线。好，下一个。好难哦。诗雅最不喜欢的事情是什么？跑步。诗雅最不喜欢的事情是什么？跑步。哎，再一次，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重来吗？哎，再换一点，好，最喜欢，好，诗雅最喜欢的是什么？赚钱，过了吧？赚钱 ，OK， go， 好，裤子，好，恋爱 ing， happy ing， OK， go， 五八，五八。五或八，八，五或八，八。好，下一个，毛笔、铅笔，毛笔。好，下一个，衣服、外套，衣服。好，倒数十秒。哦。
画面，真的那个，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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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你那个逻辑太难懂了，逻辑太难懂了。声音有吗？还是，只有你的背影哦，现在，只有你的背影。有声音哦。大家都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有吗？OK OK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有断了那个 ，OK。然后你刚刚的，你大概知道了，现在知道了。知道了。哦。给我一杯忘情水。对嘛？太难了。对嘛？不知道。我希望你们，我想。申诉。好想听到你们的这个。申诉。这就小迪知道了。没有，再来一次。为什么小迪知道？因为他爱这首歌，他爱这首歌，红这首歌。我在房间听到你们唱。为什么？啊、我们在那个，你们在演练，我们在，因为你也不知道这首歌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觉得你唱的不对，欸、你让小迪唱一次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啊，不是哦，不是哦，是你唱不标准哎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是啊跟啊。刘大哥不是啊，不是的，不然我越来越像我的，越来越像我的，有像吗？不像。哦，对吧？一样。不要，你刚才会一直重复你的。影响被影响。好，那怎么样？这一局，再一次，耶、yeah ！好，是复活了。好，我们这样子，面对这边。好，好。小丁，你等下提示我们。太阳越来越大了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没有，这样可以吗？OK 哈。可以齁，小弟不是这个，不是饭团，这个不是饭团，那是你们用那个保龄球的那个球，可以吧 ？OK 齁，好，所以那个是为什么那个是不行？因为你唱的，你唱错啊，不是哦吼啊，都是我的错，对啊 ，OK， 好，给我一次机会，好，OK， 好，再一次哦，一分钟，预备，开始，哦吼，给我一杯忘情水。OK go， 好，草地森林，草地 ，OK， 砰砰丁满，砰砰 ，OK， 脚踏车，摩托车，脚踏车，哎，石花冻巧克力，石花冻，石花冻是，鸡排，猪排，鸡排，黑色，黄色，黑色，老鼠爱什么？大饼，白板，黑板，白板。白板黑板，白板。对、okay ，绿岛冰岛，冰岛。哎、欸，绿岛冰岛，冰岛。彩虹小马，彩虹。我和你吻别，在无人的街。红酒啤酒，啤酒。红酒啤酒，啤酒。是他们的那个一个那个时间嘛，对不对？不对吧？对，因为不行，村长没有题目了，我也来一次。没有，有血，有血，这边有。哎、欸，这样算吗？对啊。啊，处罚就处罚。哎呀，你们赢了双胞胎耶！厉害。我们重新过来，主角今天先 out 了，怎么行？呀呀，ちょっとこっち映して。要啊，这个也是二选一的那种。OK， 是啊，这个惩罚还蛮残酷的哦，其实。所以我们已经确定要被。你们已经确定了。好吧。对的，好，给八字 game 搞了呢。好，那开始喽，不用。啊，要不？没有题目了。要不，没有题目了。来喽，开始。车子轮子，车子，啊，
美女正妹，美女。门铃花店，门铃。门铃花店，门铃。饼干糖果，饼干。哦。马克杯。你也马克杯。啊，对，我刚才没讲。哦。给我一杯忘情水。孙啊不。电话手机，电话。黑白，黑。一七一，一七一，五六六，五六六。男女男。我是你的姐妹，你是我的 baby。哎欸、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、啊。这首歌不知道吗？你可以说我看呢。马格拉奈，不知道。可是你知道。我好老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知道？没听过都不知道、啊。好美的姑娘。村长，你原本村长，你原本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你是我的姐妹，我是你的。哎、欸啊，我啊我是你的姐妹嘛。你是我的 baby。我知道。是我的花朵，五百。你知道吗？你看我，我们就会。那如果我说我，你是我的花朵。哇！但是你们输了，你们输了，所以赢者是 Mina 跟 Mila。耶！意外惩罚。先开始吗？哎，说起走吧，对不对 ？OK。要说吗？惩罚现在要先说。OK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休息之后。回来之后惩罚，惩罚是画脸。除了你们一位，你们六位都要背画，背画，背画，背他们两位哦。哎，美玲好会画，美玲，美玲会在每个人脸上画玫瑰，对，都要画一点美玲。大家待会要记得看哦。OK， 有画脸哦。OK， 那就先排名。OK， 你们就前面。第十三名是台湾的李心安。那你台湾的李翔，李翔哦，李翔，台湾的李翔。谢谢。喜赖林花神推，第十，他是喜赖林花神推。第十二名是我是苗栗疯子哥，板桥小五后援会大队长。好长。是这么说。谢谢。第十一名是展子，谢谢展子，真的我没得到，ありがとう。第十名是泽，谢泽米娜奥西，米娜奥西。第九名是喜濑铃花神推九蛋，谢谢九蛋。第八名是喜濑铃花推，都是喜濑铃花。牧羊犬的老板超可爱，谢喜濑铃花推，谢谢。第七名是。喜濑铃花神推手滑哥，谢谢喜濑铃花神推。第六名是 Elson Chen 是吗？嗯， Elson Chen， 谢谢谢谢。第五名是喜濑铃花神推阿华田，谢谢阿华田。第四名是喜濑轮花神推，不是轮花，不是轮花，喜濑铃花神推。米亚扎基扎库拉，雨晴是我的，谢谢。但是梨花是我的。第三名是台湾小五思雅奥西，谢谢小五。第二名是喜濑铃花神推爱子，谢谢爱子。第一名是喜濑铃花神推尖尖，谢谢。哇！我们等一下见，休息一下啊。
花生喝，喜欢西奈梨花，西奈梨花，啊，真的很感动啊！啊，泰哥，好久不见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站着离我这么远？没有啊。没有，你再靠近一点啊。没有。怎么了？你回来了。对啊，我回来啦。怎么了？我好想你哦。你想我吗？啊。你也开心吧。怎么说？你女儿先出来，你开心吧？啊，开心呀。怎么了？啊、哦，我也替你开心呀！泰哥，泰哥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很开心呀。对呀、啊，我你不在的时候，我跟其他村里面都很好的、啊。是哦，你都没有吃醋吗？为什么吃醋啊？没有啊，你一天都一直都吃醋啊。没有啊，我现在你很幸福的样子，开心呀。泰哥，你生气吗？没有啊，我为什么生气呢？你跟我亲嘴啊！啊，亲嘴？对啊，跟我亲嘴啊！我还是最爱你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不知道亲嘴这个意思。你一定都很喜欢的。来，泰哥，来，泰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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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！嗯，我要不要笑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我就画我想象中的狐狸。好，应该是。嗯。我狐狸下面有吗？啊，它没有。夜里呢？夜里呢？何か分かんな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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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どうしたらきついになるかな。何か分かんない。どうしたらきついになる。何か分かんない。何か分かんない。何か分かんない。やばい。どうだ。ちょっと見。这样吗？太多了吧。我这，哎。哎，现在。哎，叫狐狸吗 ？Stitch 是什么？画什么？狐狸呀。有怪。他喜欢狐狸呀。狐狸有点难，有点难。狐狸描いている。難しい。狐狸を描いている。花。花ありますよね、狐って。花あるね。何が花？あ、じゃあ三角にしよう。こっち。あ、こっちの三角。見えた。うん。スティッシュ一句话都没有说。他不知道他要讲什么。一直点头，一直点头。哪有？可以喂，是啊，很像哆啦 A 梦的。哎，我跟每两边画的。哎 ，Stitch 有人说可爱耶。Stitch 可爱耶。私が塗りすぎた、ごめんなさい。他们俩画太长了。哎，有像哎，有像哎。こっち可愛い。Stitch 以那个狐狸的身份跟大家 say hi 吧。太近了，我会斗鸡眼啊。我要怎样？很可爱耶。我没有，狐狸都不讲话。我问一下大家，就韩念娘嘛，要不要画什么？我问大家了，对啊，猫，他想要猫，他想要猫咪。来，我问一下大家好了，就是 Kitty 的名字。我觉得我猫咪画的会跟小迪一样，你可以画胡子，说说说，嘴巴。韩念娘，你哪里有可以丢西？可以这样画猫嘴。嗯，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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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咪，他想要猫咪呢。我要猫。有人说画成妈妈，什么是画成妈妈？哎，有人说泰哥呢，有人说泰哥。刚刚画成妈妈。画泰哥。泰哥会不会太难画？妈妈。泰哥。妈妈的样子。法令纹。妈妈。我刚说老被拿骂了。法令纹。哦，我知道要画那个，啊，我知道画这个吗？这样有点惨呢，就是。就是。不要，不
所以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画那个生气的符号，生气，你对小妹生气的那个，画在这里，就这样嘛，然后其他的，你对啊，有点生气妈妈，生气妈妈，怒れ、怒ってないけど、抬头纹，わからない，日文，日文。鱼尾纹啊，鱼尾纹这样子吗？鱼尾纹啊，鱼尾我已经有了，谢谢，我已经有了，谢谢。鱼尾纹我已经有了，谢谢。已经有了吗？对，我已经有了，不需要，谢谢。要怎么画？怎么画？嗯，何に描く？就怒った，就是生气妈妈那种感觉嘛，对吧？怒った哈哈。就对小妹生气的妈妈。那你那你那你，生气。生气了，还要猫吗？那怎么办？生气的猫，生气的妈妈吧。我都不管你，妈妈还是猫啊？妈妈，傲娇傲娇，我们惩罚。如果观众觉得不是惩罚，我就惩罚你们两个。那小林，那小林，小林，这样合理吧？对吧？みんながこれは罰ゲームじゃないよ、可愛すぎるよって思ったら二人も罰ゲームする。小林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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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来来来。好，那我来画法令纹。法令纹怎么画？はい。顔がない。顔がない。やだやだ。なんかいろいろ描こう。やだ。いろいろ描く。我好残忍哦。我太残忍了。え、文字とかありますか？ありですか？文字。大差だ。絵がいいですか？絵っていうかまあ。じゃあどうする？顔にあるやつがいいかな。熊マオ。じゃ猫、猫、いや好きにしろよ。好きにしろよ。怒った怒った怒った。何に怒った？何に？看金董说那句。怒りました。刚刚那一句。好きにしろよ。刚刚那一句。好きにしろよ。看起来好生气哦，因为头上一堆。有人说妈妈不要反对，不要反抗。不是啊，妈妈就是会反抗那种。妈妈别逃，妈妈别逃。啊，我知道。那你，那你，皱眉啊！我这样我自己就皱眉，谢谢谢谢。我自己这样我自己就皱眉了。じゃあ、ここは、我爸讲你哪里有？哪里有？就这样变成阿嬷了吼。就这样，这是根本是阿嬷，不是妈妈好吗？这是你们妈妈的老吗？这是一个娃娃，可以有那个讲话的娃娃。不行，大家都说太可爱了。太可爱了，这哪里可爱？都可爱。好了，那从我们先开始。你们说糟糕、可恶、太可爱。然后我们先开始。他们脸痒了，那我们开始讲。想废话。想废话。啊！我打，我妈打，四千来了。哇，四千了。いいね。妈妈，妈妈，感谢四千人。就谢谢四千人。我点奶油，好きにしろ。好きにしろよにしようか。来喽，せーの。好きにしよう。不，谢谢四千人，开始。そうね。せーの。谢谢四千人。好きにしよう。我怖くないな。もっと怒って。要生气一点。好，来。好きにしろよ。好气呀。感觉好神奇，かっこいい。かっこいい、かっこいい。かっこいい、かっこいい。かっこいいで、いや全然見えないけど。あ、いいね。いいよいいよ。下一个。お爸爸想要。云爵呢？大家想要云爵画怎么样？我是灵魂画手。有一点卡卡呢。画什么神仙？美丽画手。会卡。神仙。那你写啊，我只好画六颗。六颗，那是什么？和尚，和尚，那你，我记上了。这有一点像香港有一个是家宴妈妈，他也有一组。和尚，他不是一个吗？为什么会六个？六个有和就和尚。假，嗯，都是有点卡。我知道，画哭脸，哭的和尚。那我会画点点点。哦，那种的哭哭的，いいね。哦，可愛いね。ダメだよ、可愛いよ。ミレ、ミレ、友達じゃない。私友達じゃない。友達。怖い。ね。なんだよ。じゃあ、なんで。うん。这种泪水。我重唱。哎，我芭蕉重唱。会断掉吗？嗯。啊，那就睡住吧。有声音会那个。
声音跟画面会先断一下。自分で積もった。真的你说一下，可能这个也是会卡。对对，我断掉，重插一下。可能现在有一点卡卡的，所以我们先重新这样子一下，然后先有一点断一下下，好。多的时候，还是有一点卡。OK， 我自己看得到。你看得到点点？看得到？哦，怎么看得到点点？有那个和尚的感觉。这样的感觉，哭哭的，有卡哦。那个雀斑，还是有点卡。哭哭的，ちょっとね、カクカクしてるんだよね。我们要帮他们俩画平均。还有哦，还是。我们画平均。现在有黑眼圈。一样哦，一样。我有黑眼圈，不是那个蓝色那个，是那个眼鱼眼纹吧？再开始。哦，一，嗯。再一次吗？OK。哎，是不用换，换线是不是？换线啊，换线啊。换线，那我们先换个线了。OK， 换个线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换线一次。好。哎，切我这一击看看正不正常？多，一样一样。嗯。难。重开，重开。OK， 好。这个也不行嘛，对不对？好 ，OK。不好意思，大家，我们要重开一次，重开。跟大家再见吧，我全部重开吧。好，我们断开，然后重新再开。OK， 重新开一次直播。好，好，待会见，待会见喽，拜拜，待会见，等等见，もう一回，もう一回やるから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好，那吴总这边开始好了，你说，怎么卡了？因为大家都觉得为什么再一次插，所以就。因为大家的留言说太可爱了，我觉得不行，所以就我们要再加一点点好了，这样。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嗨，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怎么样呢？还是卡卡吗？还会卡吗？卡卡吗？会吗？这样好一点点。OK。不好意思，那剩下的时间，我们要直播的时间要，因为我们停了嘛，所以就要延到4:45，好不好？4:45了。OK。然后刚刚的那个留言里面有很多人说 Stitch 太可爱了，就画的太可爱了，就这样子比较不像那个惩罚。所以就他们要决定要再加一些加一点的加强再加强一下好行きます。ちょっとそうさっきコメントでこれじゃ罰ゲームじゃないよっていう意見がありすぎたので、もうちょっと、心を鬼にします。はい目線今予選今予選以後 OK。 好这是什么？那过来，那ひげの剃った後。胡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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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还没剃。还没剃，还没剃胡子哦。吱吱吱！哎，这是村长的呢。吱吱吱！这是吱吱的村长，村长的有胡。然后这边是什么 ？M。妮娜吗？妮娜的 M。胡子啊，胡子，胡子，是双下巴。他的剃法很，他的胡子很特别。对，对，不是长这样吗？有人说糟糕，小弟太可爱。小弟说像屁股。
小弟太可爱。对，这个是这样子也是好看。蹲蹲那种卡通那种拉起来，嗯，弹回去。那个下巴很长的那个。啊，哪个好多人？超人下巴，超人下巴，就是相反的嘛。好。超人是什么 ？OK。韩念娘是已经够了，还要再加强吗？你要加强吗？韩念娘已经生气了。韩念娘已经这样子生气了。只是自己生气而已。自己快生气而已。もうちょっと。いや、韩念娘いいんじゃない？韩念娘結構怒ってるもんね。ないよ、ないよ。没有这边这边生气的样子，已经有生气的样子了。那云娟呢？啊，云娟 ，OK？ 哎 ，OK？ 这是什么？那你过来。他在哭啊！啊，我懂，他在哭。是在哭的。他在哭。蝶，在哭的蝴蝶。哎，いいですか？これ何？蝶々がやんの上に。V V って書いてある。蝶々。え、就是 V V V 的字。V V。在哭的蝴蝶，蝴蝶就是长这样子的。我小时候画的就是这样。所以耳朵呢？那是什么？有人问呢？哦，那个是蝴蝶。那个和尚会点一。一点在这里，然后呢？还是尼姑吧，会这里点一个红点。嗯，然后就阿弥陀佛。印度的人，嗯，印度的，怎样可以更像印度？有人说您觉得太普通，那我们再加强一下。鼻子那边，鼻子，嗯，もうちょっと，嗯，なんでもいいと，你们知道这样子越来越夸张之后，最后的两位，你们知道吗？需要多夸张吗？我们不好了吗？哦，绿豆发芽了，绿豆发芽的样子，啊，蛮像的啊，那个绿豆发芽了。いいね。OK， 幼苗。可以吗？哇，有点。畑吧，畑。为什么有一点像那个印第安那种？有点像。对啊。那种混乱。对啊，蛮帅的。对那应该画那个这样姿势的，这样。对对，那种有点有战士的那种感觉。好，写一下画熊妹。熊妹，我知道画什么。熊妹画那个panda。panda。panda にする？嗯。ごめん。はい、め。はい、一度。あ。啊！こっちから。哎呀，好帅！哎，こっちから。眼睛好大。好大哦。嗯。啊！有人说面包超人。アンパンマン描いてほしいんだって。え、こっちに描きます。あ、アンパンマン撮ってるんだ。はい。あ。我觉得这里要都涂。え、ここに耳があるの。何？ここに耳があるの。这边有耳朵。你很屌哎，是 WiFi， 跟那个 WiFi 连不上那个。啊 ，WiFi 断线了，断线了。你どんなんだ ？WiFi のあの三本の。お、いいね、いい。我连线了吗？有连，哎，没有连线。ない、ない。一个圆圈。いいと思う。圆圈。可愛い。有人说要一字眉。一字眉啊。两斤开节。那要一字眉吧。WiFi 没有连线。熊妹，那个你，那你们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眼镜吗？眼镜，哎，变成眼镜了怎么办？熊猫眼镜啊，そっか。熊猫呢？变成眼镜啊，可爱哟。え、可愛い。可愛い、可愛い。ションメイはいつもですね、結構ぼーっとしてることが多いので、Wi-Fi が、Wi-Fi が切れてると、電波がない。ションメイ感じ、電波がないですね。ションメイ、你很 enjoy 对不对？没有，你很开心。哎，你下笔该轻点吧。这好难，很难画画。还是你要用口红画？あ、じゃこれ。熊妹脸好亮，熊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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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哦，熊妹好像被打，熊妹漂亮哦，好像被打过，熊妹，对啊，是被打过，对吗？熊妹，ちょっと殴られた後みたいになって、大丈夫？熊妹，就跟金斗说一句吧。你今年几岁？啊，我过了。今年几岁？18岁。所以呢？我怎么变18岁啊？所以呢？你以为你画成这样就长大了？所以呢？所以，要
要断线，十八岁要断线。谁啊？谁？哎，诗雅诗远要不要互相？不要不要，不要对啊。我想要米蕾画，米蕾画，米蕾画，米蕾画画画。哦，我帮他画。米蕾讲要帮我画面包超人。米蕾讲先画。好，米蕾讲先画。你先给你快点。啊。那你都这么意哦？那你可可能。嗯，我这边想要一朵花，你想要花？不是我帮你，我帮你画蝴蝶。哎，是呀，喜欢猴子。我们画猴子怎么？不用，他不用画就可以变猴子。哦，一年。其实我也比较喜欢看互相伤害，我也想看互相伤害，可以啊，互相伤害。不要不要，好啊，可以啊。没，ちょっと待って。自己画太可以啊，不会烧的。对，我们要示范一下好不好？你们示范，这个叫做惩罚。你们要互相对对哦，对，是要示范组啊，对，示范组。你要画什么？めっちゃ描くやん。好干脆哦。我觉得粉丝同じもの描い面白い。是呀，太用力了，是呀，太用力了。你。孙老师，你的妹妹不要这样子，不要太那个用力哦。两个都是王哦！哎，真的吗？爱情王，すごい！两个都是王，你没有讲好了吗？你可以，鼻毛抓出来了，你鼻毛抓出来了，怎么始めに？始め对啊，你们一开始就王了，你鼻毛抓出来，不敢学我，我会玩，这是我的，いや双子だからやっぱりすごいね。すごい。いきなり O って書いて。長了一颗毛，長了毛。是長毛。我等下你。めっちゃ描く。めっちゃ描くやん。ああ。いいね。ああ。いいね。你们现在比任何时候要再认真的，你们的脸，比舞蹈的课的时候还认真。舞蹈课很认真的，好认真哦。你嘴巴闭上。力が出てきそう。何か。魔力が出てきそう。どっから？ここ。干嘛？我要我要。好可爱。可爱。可爱。可爱哟。可愛いよ。本当？私、我可愛吗？って聞いてみて。我可愛吗？嗯。不行，我要别的颜色。ほら、你们最认真。突然好安静期啊。你不要躲，你不要躲。他们两个表现太好，让他们画全部的。全部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个才是。惩罚，一起画，他画太好，太可爱了。你们的最后是什么时候？你们的结束是什么时候？你要说停啊！哎，哑巴 ，OK， 好，再三秒吧，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好，停，冷静 ，OK， 你们两个一起看一下，哎，可以。好，然后我刚刚的默契大考验的一个主题要出给你们哈，好，你们要回答哈，也来喽，诗雅诗远，诗雅，什么诗雅？哈哈哈哈哈，真的台湾国语，一二一，好，哎，好，哎呀，都，你们示范的太好了，嗯，真的哦，好，那我们可以换，导演好喜欢，当然是，所以哈。导演说：“你们示范给所有的观众，所以你们画全部人。”不是他们会讨厌我吧？啊、他们会讨厌我哎，村长。要的。对，米蕾跟米娜也是画的太可爱，所以要被惩罚。好，我画，我要的，要的。我画米娜，我画米娜。救命！诗雅，救命！
怀疑哦。好吃，不行，他一直躲，他一直躲。嗯，流鼻血，我要画你流鼻血。我真的疯掉了。你不要躲，不要躲，不要躲！真的，你们两个他一直躲呢，好恶心的感觉啊！这两个人画得很起劲哎，好痛哦！你在用什么姿态？这好痛哦！你就知道比大家有多可怜了。妈的，皮给了！臭皮给，臭皮给，那臭皮给。好，剩三十秒，剩三十秒，三十秒，你们两位，左边一点，チャップリンみたいになってる。三十秒，三十秒。有人说米娜好像那个《七龙珠》里面的，我知道。我现在什么角色？我现在什么角色？馆长。你也没这个不要。好，我要把每个人都变成。OK， 差不多。好，米娜，米娜变成这样子，好，米娜变成这样子，哦，美玲六字，对不起，每个人都要变成西雅，画喽，啊，真的好魔，哎，这边也要有没有？这边有打架。你看Stitches 在加强中，加强中。两个王，耶耶耶耶耶！你写那个 Stitch，S-T-I-C， 不要不要，都是反倒转，反过来的，倒转。不用，不会啊，不会。哎，你眼睫毛很好看。Stitch 说我眼睫毛很好看。眼睫毛好。眼睫毛。眼睫毛好看。超疼。思雅的大绝技，这个是那个什么什么小丑，昨天吃太辣了，昨天嘴巴太肿，昨天吃太辣了。Stitchy 怎么都可爱，谢谢。不一样，看来云觉得在战争，云觉得最普通哎。一个台湾人跟日本人在吵架，我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。用什么语言？他说中文，然后他说日文。OK OK OK， 好，谢谢 okay. 谢谢。我画最后两笔，小妹，小妹今天都没有断线呢，一直在线。最后两笔，我画最后两笔。小妹，你明明就可以这么快速的动。我画最后两笔。为什么你跳的时候？他觉得我有小妹，觉得意思哦。最后两笔，最后两笔。连确勇不用看我，你是良心啊！你表示有多讨厌大家？OK OK， 停 ，OK OK， 好，你们一排站起来好不好？我在我的红嗓子，你们一排站起来好不好？你们先站起来，好，每一个人都看过去，好 ，OK OK 哈，大家都看过去了，好，所以呢？看过去了哈，思雨太干净了，那你画，给你画，哎，可爱くないよ，可爱くない。OK， 好，那就没有，就是我们就是今天这个大考验里面也知道了，就大家都还没有默契，还没有默契，所以我们要加强这个事情。
然后大家的就是互相这样子也是，大家平常很分散，干净非常好，所以不会生气什么啊，就一些计较什么的东西，对吗？很就很愉快，很和平的一个，和平的一个，和平的一个一个村村庄。大家想不想画村庄 ？OK， 没有，所以就先这样。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没有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礼拜六三点，礼拜六六，礼拜天六点半。那是令卡，令卡，令卡。礼拜六三点。啊！我刚当爸爸耶，女儿也在看呢。女儿在睡觉。女儿在看我。好水水的，好水水的，冰冰的，好冰冰的。谁在画这个？现在谁在画？不告诉你。快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用力，好用力哦。那你，哎呀，嘴巴大一点。对，哎，这个啊，这个口红是以前谁用的？没有人用过，没有人用过。啊，真的哦。排名，排名。好，现在念排名。第十三位。好，喜濑你花神推荐荐，谢谢。第十二名，喜濑你花神推 Licky， 谢谢 Licky， 本人是都是，谢谢。第十一，十一名，Amelia， 谢谢 Amelia， 喜濑你花神推，谢谢。第十名，Hamster， 谢谢 Hamster，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第九名，剑仙，谢谢剑仙。好吃。第八名 Elsa， 谢谢 Elsa。第七名，啊，喜爱樱花神推，喜乐姑妈，谢谢喜乐姑妈。第六名，喜爱樱花神推，谢谢喜爱樱花神推。牧羊犬的老板是思源，谢谢。第五名，在这里，卡丘。谢谢卡丘，谢谢卡丘，喜乐樱花神推第四名呢？第四名，谢谢白木人生，所以没机会，谢谢喜乐樱花神推。好，第三名，谢谢哲，谢谢哲。第二名，谢谢诗雅，诗雅神推艾斯，谢谢艾斯。第一名，杨杰，谢谢杨杰。欸，你们要补一下，我这样我好像对不起大家，你知道吗？我太干净了。喜濑樱花神推，以后我给这边要写个花。花神推。我被霸凌了。一群人这样子围着我。就你们要补一下，我会比较好。怎么样？可爱吗？樱花，樱花，爸爸哈。爸爸这样子赚钱的哈，爸爸这样子，我这样子被画，然后你可以喝奶油哈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哈。好，大家谢谢大家，那就那你，对，我觉得我对不起大家，所以你们再补一下吧。哎，思雨，思雨要吗？不生气哦。啊，太干净哈。再生气一点。再生气的思雨哈。再生气一点的思雨。对，要画什么？额头看不到。米蕾很厉害。好像也。好きにしろよ。他的口头禅在就是脸上。我真的看不到我现在长怎样。好きにしろよ。有吗？你说上面写好きにしろよ。那有。好きにしろよ。抬头纹。OK， 所以大家都变成很漂亮的妆带下。直播完要化了。好 ，OK， 那就大家知道了。TP 一尊，大家都干净很好。这个事情这样子就已经 OK 了。好。那就做 ending 咯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看直播，然后就一些稍微断一下断线，不好意思大家。
好，那就明天的六点半见了。好，来，来喽。弟弟尊尊妹妹，集合。村长。一二三，礼拜六三点。礼拜天六点半。礼拜六三点。礼拜天六点半。明天的直播。再见。一同。